全球最恶心的网红景点——西雅图口香糖墙。口香糖墙是位于美国西雅图市中心派克市场内的一堵粘满各种口香糖的砖墙，这堵墙长50英尺，高15英尺，是市场戏院售票亭的一部分。1990年代，排队等候 Unexpected Productions 表演的大学生会将口香糖粘在墙上，剧场工作人员曾几度刮除口香糖，但此后放弃，口香糖因此逐渐堆积。他在2009年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全世界细菌最多的5个观光景点报道中，仅次于位于爱尔兰科克郡的巧岩石。在2009年上映，由詹妮弗·安妮斯顿主演的电影《爱上你，爱上我》里有一些场景是于2008年在这堵墙前拍摄的。2015年11月3日，派克市场的保护与发展管理局宣布，这堵墙必须接受20年来首次的全面清洗和维护，以免口香糖上的糖分对墙砖日益加剧的侵蚀。清洁工作自11月10日开始，进行了130小时才完工，清下了超过2350千克5180英镑的口香糖。但在清洁完成后，墙上又开始被粘上新的口香糖。